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陪你学损啦。我们来回顾一下下把位的四个音的超吹训练。我们在吹拽的时候，也是好，那拽呢？我们试一下，那我们结合我们的破音，也是。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技巧，什么样的技巧？今天或者借助 re 的音高也可以。再给大家讲，就到了我们的骚。咪来划一下，上面的就是最高的超吹音，一般我们唢呐里面很少用到这个音。接吹肯定是，好，如果可以刚开始。训练上马威的音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
但一定要结合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与技巧进行多加的练习，取得满意的学习效果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学唢呐，请记得一定要关注裴老师，关注我们的课程，陪你学唢呐。我们下期再见。